大家好，我是石宇，今天向大家分享一番高山顶上地形地貌如人仰躺的奇地。整个视频不着任何语音解说，大家自己看，看结束后懂地理堪舆的敬请留言点评，这方地的穴集在哪儿，格局是多大。不懂地理堪舆的就当观赏风景，接下来播放视频。天色不洒那朵莲，修炼叹息发又不杂念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皆山远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叹息发开的照眼，那河水深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叹息发永无杂念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